小朋友们好，这天猪猪侠来打扫卫生。哎呀，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垃圾果皮啊？是谁丢的？真是不文明，不讲卫生。请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哦。我要去把我的环卫车开来，打扫垃圾。滴滴，哇，猪猪侠的环卫车还有惯性呢。数一数，车车有几个轮子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共有六个轮子哦，上面有标志。垃圾要入楼，讲卫生，爱护环境，垃圾可以循环利用哦。不要乱扔垃圾，假设是。打开车厢，打扫卫生咯。哇，车厢很大，可以装很多垃圾。把车车倒到垃圾旁边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打开车厢，果皮垃圾装进去，还有很多垃圾。哦，装进去，别忘记关上车厢哦，不然垃圾都会洒到外面啦。猪猪侠拉着垃圾走了。路上他遇到了呱唧。这是什么玩具吗？一点也不好玩。呱唧把玩具踢得远远的。猪猪侠看见了。嗨，呱唧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哦。啊，猪猪侠，我不是故意乱扔垃圾的，刚才因为我太生气了嘛。对不起，我帮你把它扔进垃圾桶吧。呵呵，不用了，扔进我的环卫车就可以了。好啊。嘿，给装进去。猪猪侠，你可真勤劳啊，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你真是太辛苦了。哈哈，没什么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嘛。